你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《乡土》。想必呢，看完刚刚那一幕啊，很多人都不会陌生。刚出锅的大米饭啊，加上点猪油啊，再来两勺酱油，就这么一拌，那味道啊，绝对香。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吗？叫“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味为先”。咱们中国的饮食讲究的就是色香味俱全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样东西，那就是酱油啊。现在我们说随便进哪一家超市，您最不愁买到的商品，酱油恐怕就是其中之一了。今天又是个该翻缸的日子，每当这个时候，陈思维都要亲自动手，把缸底下还湿湿的豆子翻到上面来晾晒。眼前的这二十几口缸已经在这里晒了3年的时间，但里面的东西还是稀酱一样，离他的要求还差得很远。陈思维在这百年酱油老作坊里面专门负责质量，酱油品质的好坏全凭他30多年做酱油的经验。正赶上雨季，天气变化无常，晒场上所有的大缸都被戴上了帽子。这种竹编的大号斗笠是专门给他这些大缸挡风遮雨的。老酱油作坊位于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的仙市镇，有着美酿河之称的赤水河贯穿整个小镇。仙市的老酱油也是得到了他的恩赐，从汉代开始，这种最初被称作豆油的调料就已经开始由自家酿造了。这个赤水河的话，由于上游流经丹霞地貌区，因此就有多种有益的天然矿物质和微生物，非常利于食品的酿造。你说这个赤水河又称为一个北江河，它上游的话就产著名的南酒、茅台，那么我们下游这一段就产仙市酱油。仙市镇的人都已能吃上当地产的老手工酱油感到自豪，无论什么饭菜，酱油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添加剂。小镇上依然延续着打酱油的老传统，如果你看到谁拿着竹筒走在石板路上，那10有89里面装的就是这里的老酱油。老三斤都有，要多少钱斤呢？15。仙市镇处于川盐前运的盐马古道上，远在汉代的时候，自贡生产的盐从长江转入赤水河，进入仙市镇，然后转运到贵州。有了源源不断的盐，仙市古镇的人就开始琢磨，能不能将盐水发展成为另外的调料。凭借紧邻赤水河的优势，仙市酱油便由此产生了，而且味道相当纯正，一度成为当时有钱人才能享用的奢侈品。老作坊的酱油味儿好，价钱也不便宜，最便宜的也得10几20块一斤，最贵的要到5-600一斤。即使这样，人家也不愁卖不出去，因为这量实在是太少了。这么贵的酱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我们的编导先去品尝了当地一道有名的小吃，亲自体验了一下这老酱油的味道。一大块肥中带瘦的五花肉，不加任何佐料，只需在白水中煮烂，趁热切成薄薄的肉片。而这只需要蘸点酱油调味的吃法，便是仙市镇相当有名的一道名菜——白切肉。
要是把这个白肉哈，连起来就是这样子蘸水，结果酱油蘸了以后，酱香很明显，盐味也有了，也有了。哎，那么那个油腻的味道，香还没得了。好，我来尝一块啊。不错，还不错。就是，比我想象的好吃多了。就是，我们这儿的人都很喜欢这样吃法吗？通常都这样吃。湿热的季节正是做新酱油的好时候，精心挑选出的黄豆是酿制老酱油最主要的原材料。泡豆子并不属于什么技术活，水没过黄豆就可以了。说是不讲技术，但却有讲究。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编导看完所有工序后才发现的一个秘密，你也不妨仔细观察一下。而且据说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如今保存下来的酱油酿造作坊，是清朝同治末年当地商人袁海中所建的家居式豆油作坊。这里酿出的酱油之所以好吃，不仅因为它建在赤水河边，还与它这呈45度斜坡的晒露场有直接的关系。白天，太阳从赤水河对岸刚一升起，就直射河畔的晒露缸，而赤水河刚好在此起了一个弯，形成回水沱。夜晚，水汽冷凝降落在晒露缸的缸坯里，促成微生物活力酶分解，这就为酿制酱油最重要的日晒夜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经过5个小时左右的浸泡，黄豆就可以入甑蒸煮了。所谓的甑，就是这特大号的木桶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陈师傅就要亲自盯紧每个环节，一个不经意的疏忽，都可能导致老酱油品质的下降。1、2、3。严重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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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严重重大酒。哎，还真有。差不多。行，差不多。好的。哪里领导？你那边来。领导。好。等一下。入甑后的黄豆要用文火蒸煮10多个小时，直到黄豆绵软为止，然后还要经过10多个小时的冷却才可以出甑。其实远在几百年前，酿酱油跟酿酒一样的讲究，每当酿造前都要上香祈福。很多人也许不知道，这也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行当。现在虽然已经不再上香祈福，但黄豆入甑后，陈师傅也会用他们的方式小小庆祝一下。镇上一家跟老酱油同龄的冯豆花儿，便是他们聚会的地方。老冯是先氏酱油的老主顾，冯豆花儿自从100多年前开业，便一直用着先氏的老酱油。来，陈师傅哈，给我端一份，你厂头的酱油很好。慢慢过。小镇人吃豆花是极其讲究的，10多种浓浓的调料，再浇上先氏自己的手工酱油，雪白的豆花只需在里面轻轻一蘸，顿时香气扑鼻。陈师傅一来品豆花，二来还要征询老冯的意见，他要让自己的老酱油越做越有味儿。20多年了，那我得一直来这，豆儿卖得快，那好的卖完了，都有酱油。20多年我都用来酱油。20多个小时后，木甑里的黄豆终于出锅了，后面是个浩大的工程，也是酿制酱油最关键的环节——制曲。不过老作坊的制曲工艺
与别处大不相同。人家传承的可不仅仅是手艺，还有个最重要却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也是他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呢。黄豆要先用面粉搅拌均匀，木质的锹便是这搅拌的工具，保证每一颗黄豆与面粉都要充分融合。在老作坊里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机器设备，全部都是最古老的工具。搅拌均匀的黄豆直接就可以进制曲室发酵了。那么这制曲最关键的菌种怎么没见放进去呢？陈师傅给我们看了一下他制曲用的工具，原来秘密就在这里。工具上长满了白色和绿色的毛，这就是陈师傅说的上百年的天然制曲菌种。不仅在工具上，即便是这制曲室经过上百年不断的制曲，各种有益菌遍布了各个角落，所以老作坊做酱油就连菌种都是天然的。制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必须要保证在36度的恒温才能使霉菌全部成熟，这也是陈师傅最辛苦的15天，因为每天他都要进制曲室试温度，他的一双手便是最好的温度计。15天后，这些黄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百年前重要的盐马古道并没有成就一代盐商，却让酱油独霸一方。一样的味道却造就出风味各异的美食，老酱油凭借什么单主角？赤水河边45度的斜坡，布满细菌的老屋，这些与老酱油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？本期乡土带您走进四川省合江县，一起看看赤水河边的老作坊。赤水河将盐带进了仙市镇，更让老酱油走出了小镇。合江县的另一个有名的古镇福宝，依然能够看到仙市老酱油的影子。这里出产合江县最有名的手工豆腐干，而它最离不开的一种调料便是这老作坊的酱油。王师傅老两口在福宝古镇做了几十年的豆腐干，那也是家传的老手艺，光这工序就有15道。因为是纯手工制作，做出的豆腐干供不应求。您看这诱人的酱黄颜色，跟老酱油就有着密切的关系，当地人都把它称为炭火烤出来的神奇。那咱们就看看这老酱油与炭是如何练就这美味的豆腐干的。算起来，王师傅是手工制作豆腐干的第11代传承人了。虽然过去了几百年，但这15道工序却一样也没有丢，而且每一步都还按照老辈传下来的延续。蒸熟的豆浆点盐卤凝结成块，与做豆腐不同的是，做豆腐干所需要的豆腐块需要把里面的水分压得非常干净，这种挤压需要持续几天才能完成。刷酱油是豆腐干起香的关键步骤，老酱油不仅上色好，天然醇香的味道也会在后面的工艺里发挥极致的作用。烘烤豆腐是福宝豆腐干制作的关键技艺，豆腐干能否成品上市全在这个技艺环节。烤豆腐用的木炭可是相当有讲究的，烧炭用的木头是来自山里的青冈木，据说这种青冈木本身就带有香味儿。把木头晾晒后烧成炭，再把火炭加入瓮中盖上瓮盖，使之熄火为炭，俗称瓮炭。这跟我们通常看到的窑炭有很大的区别，有火无烟。刚刷好酱油的豆腐要反复烘烤3次，炭火由旺火直到微火，豆腐块的颜色由泛黄再到酱黄，老酱油的香味也随之一次次的渗透，一片片香味四溢的豆腐干就这样出炉了。
住了30多年了。哦，30多年了。要烤了冷却了又搬进来烤，烤过2-3道。这个颜色是烤出来的颜色，还是有其他？都有。有豆油也要烤出来的颜色。那您刷这个豆油主要是干什么？就是颜色好看。颜色好看，香味噻。还有香味儿。哦。15天之后，陈师傅惦记的曲料如他所愿，个个都穿上了漂亮的毛衣。这关键一步的完成，是最让老作坊人兴奋的时候。曲料做好，这酿酱油的工序就完成了一大半。前面每一个步骤出现闪失，都会影响酱油的品质。正因为如此，老辈的人也是把这份不易渗透在老作坊里的每一个角落。在这里看到最多的就是石磨。石磨并不是酿制酱油的工具，但却为什么摆放得如此之多呢？它的名称叫好事多磨。好事多磨。哎，我好事经过多磨以后，哎，终于搞对了，看没有？这上面还有个对窝。对了。啊，对窝。就是说这个吗？哎，对对对。这个对窝哈，就是是我们这些地方个石臼，哎，一个石臼。哦，就是说这个石臼，哎，就称为我们称为对，就是咱们用咱们的话来讲，就是对。哎，对对对，起了一个谐音。起了个谐音，这是一个意思，就是代表好事多磨，搞对了。哦，就是我们做这酱油，虽说挺难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做对了。做对了。嗯嗯，这是一个。第二那个的话哈，你可以用七层磨子，啊，这就表示了先是酱油啊传统酿造工艺啊，噶，你七道最主要的工艺，主要的是一种酱油文化。对了，这句话蕴含了上百年老酱油经历的风风雨雨。曲种入缸后，在高浓度盐水的浸泡下。还要经过最短3年时间的日晒夜露，这期间就是个看天吃饭的过程。一有太阳，老作坊的人就要掀开斗笠，让曲料接受充分的日照，快速发酵。而一旦阴天下雨，他们更是以最快的速度把酱缸保护起来，以免落进雨水，影响酱油的品质。晒露场有着近千口的大酱缸，很多都是上百年的老古董，里面的酱坯少则在这里经历了多半年，多的已有5年之久。赶上好的年景，太阳充足，露水丰沛，只需3年便可以制出酱油。如果赶上连续的湿冷天气，5年都出不了缸，这就要周而复始的翻缸，直至酱坯完全干透，表面结出盐晶，才算大功告成。结晶后的酱坯又是如何做出酱油来呢？这样干巴巴的一缸，从哪里也看不出酱油的痕迹。要想把酱坯里的精华提取出来，不得不说，又是一个时间堆积的大工程。您得多久要淋一次啊？开始的时候每天淋，浓缩吗？那顶上。而浓缩的很香吗？越晒越香吗？像每天这么淋的话，得淋多长时间？3个月。3个月。嗯，起初的时候3个月过后就慢慢的揭开，每天晒，等它浓缩，慢慢的。就不用再淋了，就晒就可以了。不用再淋了，就是头的3个月，干里面离秋子的时候，就每天淋。放在酱坯中间，类似竹篓的东西。当地人叫做秋子，秋子放在酱坯中间，用竹筒反复淋洒陈油，使其慢慢渗透，再流回缸里。这样反复浸泡，3个月后，第一缸的酱油便算做好了。这也是鲜食酱油最贵的那一种。而后则重复前面的工作，这样可以反复冲3次，但每冲一次，酱油的纯度就会下降一些。
到最后就是十几二十一斤的。而第四次冲出的酱油他们则不再卖了，而是作为陈油再淋洒其他酱坯。老作坊一直沿用着上百年传承下来的老手艺，酿造着今天的老酱油。这种传统在这里到处都可以体现出来，老辈们时刻都不会忘记提醒后人他们做老酱油要坚守的本分。我们在这里边园子里边还看到了一个酱字，其实要单看这个酱啊，何老师我没发现出有什么特别之处来啊，但是呢我据听说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说法的，特别是它底下这个缸据说有一个不一样的说道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说道呢？何老师您跟我们说说。这是一个酱字，你看它下面这个吸干一会是圆的，是圆形的，对不对？圆形的酱字和这个圆的结合起来就是酱圆，这种历史的记忆哦，话哈，大家都晓得它的品质的话非常高级，出污泥而不染，事实上就是一种圣洁啊，这些个哈，纯正纯洁，就是我们酱油很纯正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您若仔细看了节目，不难发现，从泡黄豆到酱油，老作坊里所使用的工具，全部都是竹子或是木质的，没有一样可以直接接触原材料的金属用具。其实，这也算是老作坊的一个秘方呢。先是小镇一年四季都可以闻到老酱油的香味儿，老手艺并没有在这里消失，老传统一直在这里延续，而老酱油的味道从小镇越飘越远。看来啊，要吃上这纯手工的酱油可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，三五年才出一缸的酱油，那得香成什么样啊。最难得的是这种老手艺他们现在还在继续使用并且传承，这一技艺体现了酱油酿制的历史传统，是勤劳和智慧的结晶，更是我们中国古老文化的一种技艺和传承。好了，诸位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，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、农事网官方微博、微信、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。中国有多奇，乡土告诉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价格不菲的鱼胶究竟是鱼的哪个部位？而它又为什么这么值钱？无鹅不成宴，潮汕人为什么对裸鹅情有独钟？家家户户餐桌上常见的橄榄菜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究竟有怎样的历史文化价值？喝功夫茶吃的小点心是如何生产出来的？下期乡土，走进汕头，去体验历久弥香的汕头味道。